这个外挂能给4英镑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那太低了，不太行。4英镑不行啊、哦？不行不行，太低了。不行，走啊！老板，我想卖这个机器。这个是 iPad Pro 是吧？对。你打开看一下。想卖多少钱呢？这玩意儿？4500吧。4500啊？嗯。这个是20款的。iPad 的128G 的国行的，还在保吗？应该是吧。啥时候买的？可能是去年。去年那时候，那基本也不在保了。外观你看是不是？外观倒是挺漂亮的啊。4500，全套的。对。配件都在。对。就看你那个数据线啊，这个机也得用一年了。可能得有一年了。4500给不上啊，这机器看这个外观不错，最多给4000。这种呢，国行的官换新机，也就是在市场拿，也就在4400左右，嗯、是新的、嗯。你这个冲一个全套，然后冲一个这个外观，能给4000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那太低了，不太行。4000不行啊、哦？不行不行，太低了。不行，走啊！今天这个回收了一台这个2020款的 WiFi 128G 的国行 iPad 11寸的 Pro 哈，本来想给他4000呢，最后呢他想用4500，后来折个种也不叫折种嘛，给他加了一点，4000出来头给他收下来了哈，一台国行的，外观非常好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做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，拜拜。